台湾拳后林育婷巴黎奥运摘金缔造纪录，也完成金牌大满贯，再度背起教练曾自强。下台背教练是11年前的传统，从世青运动会摘金就开始，也说会把教练背起来是希望可以代替教练承担重任。只是奥运都闭幕了，性别风波却持续延烧，英国女权团体再度开酸，说国际奥会辜负女性，还用男性染色体 SY 特别标注在林育婷名字后方，说男性力量碾压女性才华，甚至还开炮说有奖评说林育婷身高很高，当然是因为她是男生有身高优势，但这也引发怒吼，网友开呛是歧视女性，难道超过175公分都是男生吗？而学姐连真玲也发声力挺，真的很替她开心，最主要是我觉得明明选手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才可以站在那个舞台上，然后却因为很多的风波，然后好像磨灭他之前所有努力。艺人欧阳靖说不能就这样算了，请中华民国一定要持续对 IBA 跟 JK 罗琳等人提告。而台大名医施锦中女儿也画漫画力挺，其中一幅就用英文写下育婷练拳击是因为要保护妈妈，你们有办法为自己的母亲这样做吗？让不少网友大赞很温暖，谢谢帮忙发声。花了2个小时画的啦，出现了很多国际社会哈，就是对我们不礼貌啊，有污蔑性的那些发言，所以他感觉到非常气愤。全台都集气力挺林育婷，但先前说要寄律师函，不排除提告的中华奥会，至今没动作，截稿前也无法和相关窗口取得联系。而拳击女将黄晓雯这回也很暖，虽然16强止步，但还是继续在巴黎奥运当陪练员，甚至也参加完闭幕式。接续台湾好手都将回台，要好好休息，持续备战其他赛事。TV 新闻刘立成、学维、嘉庭 SNG 小组台北场报道。台湾拳后林育婷和最速男杨俊翰一起举着中华奥会会旗走在世界地图舞台，但林育婷没把金牌挂身上，冠军公园派对也因为闭幕式提早结束，等于林育婷没机会来场金牌走秀。巴黎奥运闭幕，安排大家以法语字母顺序进场，但观众看转播像视力检查，要很用力盯着看，才会发现出现不到5秒的会旗和人影，而且很远很小。转播画面没切特写，看不到林育婷和杨俊翰英姿，真的好可惜。还有观众生气开骂，但闭幕进场分两路，走上舞台后四散，的确无法完美捕捉所有人。台湾教练、选手加上团队成员在舞台下对着相机挥手，幸好有这些照片。留下他们的灿烂笑容，包含陈念琴、吴诗怡、黄晓雯、甘家威和赖祖恩，还有郑怡静、彭明阳、孙振，大家都开心齐聚。另外在台下，台湾代表团就站在美国和中国两队旁边，不过大家没特别互动，都是跟自己的团队成员玩在一起。巴黎奥运正式落幕，台湾夺得2金5铜，也是史上第3次单届进账2面金牌，更是连续6届都有金牌入袋。不过下一届2028洛杉矶奥运，举重、拳击有取消可能性，棒垒球项目确定回归，台湾如何再拼夺牌好成绩，得积极备战。TVBS 新闻综合报道。台湾拳后林育婷替台湾收下了1面金牌，而台湾的地标101在周日晚间也点灯了，写下恭喜林育婷，邀请台湾人共同祝贺101大楼外墙点灯打字，写下勇夺奥运拳击金牌，坚毅不懈勇往直前，谢谢奥运台湾队连创佳绩为国争光，很棒，觉得很棒，哭了都。全民同庆、台湾加油等文字呈现，不少粉丝看了超嗨。11号凌晨忍住睡意，守在电视机旁，就是想跟林育婷一起见证夺下金牌这历史性的一刻。全台民众不仅为林育婷打气，同时也替她打抱不平。现在就应该是专注在运动上，而不是用一些外在的形象啊，或是一些比较不相干的事情来模糊这一次运动的焦点，然后谢谢这些选手为我们的付出，有点像双面人的感觉，没必要去为这个去那个生气啊，因为我们自己知道，心里知道就好了。无论选手们的心态如何，台湾女儿林育婷都用实力证明给世界看，她不会被流言蜚语打倒。体育新闻，就是你们姐台北上报道。金牌后的一早，来到我国驻法代表处迎接台湾拳后林育婷的，不只有台湾人夹道欢迎，还有总统亲自视讯祝贺。我特别要再度
肯定你哎，你真的非常不容易哎，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啊，你每一场都5-0，哇，我们看的都非常非常的振奋。啊，你也委屈了，因为我知道有国人还有总统在我后面给我当支持跟后盾，绝对值得众人祝福。林育廷在场上的好表现有目共睹，更是让全国人民感动不已。保持心里越平静，你才有办法，你的脑海中才能保持越冷静。那在场上冷静，就对于选手来说会更加的，有更加大的胜算。就是这强大心理素质，还有十几年来勤奋练习，让林育廷站上颁奖台最高位置。当然，教练陪伴也是功不可没。真心觉得说这场奥运会真的毫无悬念的，你看，每一场比赛都是以完胜的概念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他的实力跟技术是毋庸置疑，挡住对手攻击，没让对方得分，也扛下了各种流言蜚语。林育廷面对质疑声浪，对手挑衅，则是始终如一。在那个 moment， 我没有感觉到说任何敌意或者是任何的恶意，反而我感觉到就是，运动员在赛后就是在场上竞争。那场下大家就是永远都是朋友，总是用善良回应，用实力证明，挺过风波，林育廷拿下金牌当之无愧。 TVBS 采访团队在法国巴黎采访报道。金牌战结束，所有纷扰也落幕。20岁的波兰小将瑟瑞梅塔在分出胜负之后比出爱心，还主动上前拥抱我国拳击好手林育廷。英雄惜英雄，林育廷跟瑟瑞梅塔双手紧握，互相勉励。林育廷还在颁奖上帮瑟瑞梅塔乔衣领，会让大家这么意外，是因为先前传出瑟瑞梅塔在比赛前贴出讽刺贴文，指称自己是最后一个争夺金牌的女人，引发争议。不过，瑟瑞梅塔最新接受波兰媒体访问，提到奥运期间远离社群，澄清贴文绝对不是自己发的，教练看到之后也命令删除。就在瑟瑞梅塔接受访问后，网友发现他转发粉丝们动态中其中一则内容，翻译说到在一场不公平战争中赢得了银牌，疑似偷臭林育廷，让台湾网友再炮轰，难道是假面甜心？不过仔细看，瑟瑞梅塔也只是转发粉丝贴文。比赛就是这样嘛，就是赛前我如果能用任何的战术来干扰到你，然后达到我的结果，那就这样。但林育廷无端卷入性别风波还没结束，前世界网球球后绰号女金刚的美国籍选手娜拉提洛瓦再度批评，这就是让男性和女性竞争的结果。尤其是在拳击运动中，你其实不需要任何技术，因为你的拳击力道远比对手强得多，这样的做法真是卑鄙且危险，引发网友不满开轰。如果你被影响了，那就代表人家的战术成功了，那你这样就不会是一位好的选手。还有四强赛时比出 X 讽刺的土耳其选手卡拉曼，也在颁奖台上主动拥抱林育廷，甚至看到林育廷落泪还帮忙拍背安慰。无论选手们释出善意，真实心态如何，林育廷走自己的路，不会被流言蜚语影响。 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